啥名字？哎呀呀呀！在这里，我的名字。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嘿，给我点时间！虽然在让我，但是我也很开心。寒冰见脸，回复好吗？多少岁了？主播34岁。谁跟我玩？一定要加好友才能打吗？不能直接打吗？好烦啊！这样加好友好烦啊！我去。谢谢，还是要谢谢。Gina，对阵 Gina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我的魔法会把你撕成。我怎么不玩到他？我不是答应今天晚上玩炉石吗？对面也是这个跟我一样的耶，有点怕。年轻的法师，还有年纪大的法师吗？都疯了。不是不和你玩啊，是找不到啊。主播还穿着你的红色高跟鞋吗？穿着的呀，在我脚上呢。裸上王牌，我不跟他换，待会他会跟我换吗？主播可以看一下你的高跟鞋吗？我赢了这局就给你们看啊。怎么玩？我想哎呦，点错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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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脑子呢？脑子呢？哦，糟了！脑子呢？我没有脑子，我的脑子被狗吃了。
们不是说我今天胸小吗？今天胸小，为什么没脑子呀？啊，生气，我好生气。脑子被胸挤了，被你的胸挤的吧？你的胸这么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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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擦，就我一个关注主播了啊！那喜欢主播的请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，特别喜欢主播的请点一下右下角的赠送，谢谢。加主播的 QQ 群请看上面，加主播的 QQ 群，然后我下次把这里面不常玩的人全删了，然后在 QQ 群里面加好友，谢谢鱼丸。有什么好看的，都疯了，关注20年了，别闹，主播才18岁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这什么？我发现猎物了！我没有足够的法力值。打得不错。我刚是不是应该直接呼啦？收工了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先呼啦再说。哎呦，我没看他这个英雄，王牌用早了，减8连血直接要死，他头上还有个奥秘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又错了，我应该先点他一下的，我应该先用火攻点他一下的，脑子呢？成功了，奥秘。脑子呢？我先点他一下啊！哎呦，脑子呢？15连。
两次了，失误两次就不是失误了，失误一次是失误，两次就是没脑子了。哎呀，脑子不够用了。我想，被一大波僵尸吃了。小情绪和我们说说关于众议公司的事情吗？众议公司是什么？怎么办呢？我没听过啊。